蒋欣一直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演技实力派演员，演技深受观众的喜爱，但微胖的身材却成了吐槽对象。6月5日他现身机场，一身搭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，单单看上去一点都不像30多岁，反倒像20岁，非常的减龄。一件充满设计感的黑白色短外套，内搭简约大方的白色衬衫，戴着灰色大式帽的他精神爽利。另外让吃瓜群众很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蒋欣的脸怎么变圆了，不光脸型变胖乎乎的，双下巴正面看上去十分明显。当我们看到蒋欣下身的造型，真是替他着急啊。下身搭配了一条紧身的灰色牛仔短裤，紧贴着大腿根的款式让他看起来腿更粗了。像蒋欣这种下半身赘肉比较多的妹子，千万别选择这样的紧身裤装啊。脚踩的这双黑色渔网靴也是十分不讨喜，窄小的靴口设计把小腿在视觉上拉得更胖了，整个人就像倒三角一般不协调。虽说是早前街拍，但的确值得推荐给你们。紧身小黑裤加尖头靴，穿出超模即视感，腿长延伸至脚尖，大长腿立显瘦30斤。没想到刚瘦下来的蒋欣又胖回原来的样子，真是替你担心啊。